真的蛮崩溃的，但我不是哭一个。我觉得创作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你看很开心，想要往上爬，想要创作很好的东西，但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。哦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节目，我不想要成为他们的累赘。其实我们九个人是可以一起创作。TVBS 42台为你唱情歌。